你们将根据今天的排序依次当选鉴宝师。当选鉴宝师的人可以从其他成员当中挑选一人作为鉴宝助理。验证开始之后，先由鉴宝师进入验证区留下两件，淘汰一件。之后由鉴宝助理进入验证区，从剩下的两件宝物中再留下一件，淘汰一件。 留下的是一件假的宝物，可以亮红灯。那么这一轮的鉴宝师可以验证场上任意一名成员的真实身份。当这十根柱子上放置了五件真的文物，好人赢；坏人找出六件假的宝物放在柱子上，坏人赢。游戏就要开始喽！